然后呢就是很谢谢大家能够支持我，同时也谢谢一直陪伴我的老粉丝，就是一直支持我。老粉丝举一下手。老粉丝，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？从那个极速前进。哦，你拍的那个极速前进每一站，去年我跟我老公全部去踩过。怎么都是一两好的两好的对而且你的粉丝，你的粉丝的老公都是弱势群体。因为我们那十个国家。就是每个国家的基本首都奥运城市，对的，你都去过，我自己都不会花钱去那种那么多地方。哎，这个那个节目好多人，你为什么看就挑了他了呀？因为我觉得他一个是帅，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他在里面做游戏很认真，很有责任心，还有胜负欲望很强，我喜欢。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，静姐，你今天来，老公知道吗？知道是知道，不过我今天来是有一句话要带给你的，好，就是我回去以后，我要跟你说，就是说万一哪天你的微博下面有一个粉丝跟你说，张哲瀚还我老婆，那一定是我老公。